虽然新加坡没有任何的遗产税。大家好，我是新加坡理财事项的博主魏思礼，今天想与你们分享的是无遗嘱法所带来的后遗症。首先，您所有的资产将会冻结，当它冻结了过后，您就需要按照无遗嘱法来做分配，它需要更长的一段时间来做分配，因为少了一份家庭收入，您的家里人的生活开销将如何面对？第二，您的资产将由无遗嘱法里的内容来做分配。以下是无遗嘱继承法分配方式：存活者、配偶无儿女无父母，配偶全得。第二，存活者、配偶与儿女无父母，配偶得58%，儿女平分58%。第三，存活者、儿女无配偶，父母无权，儿女平分100%。第四，存活者、配偶与父母无儿女，配偶得58%，父母平分58%。第五，存活者父母无儿女无配偶，父母平分100%。第六，存活者兄弟姐妹无配偶无儿女无父母，兄弟姐妹平分100%。视频结束前，我借这段陈述做结尾：您对家人的爱止于您的离世，还是即便无你，爱永远都在？我是魏思礼，喜欢这段视频的朋友们，请帮我点赞、订阅、加转发，感谢，我们下次见。